你搬下来了吗？没有啊，给小梦琪铺的。小梦琪在哪里呢？在厕所里洗澡。对，小梦琪又来我们家玩啦。小辣子可真是贤妻良母啊。主要是他说了一句，他实在不想被我挤了。好吧。然后在壳框上面床洗啊，我也不想让他挤我。下面虽然宽，但是没有安全感。切。因为上面有一层，这有一层栅栏，我就很舒服。你都已经在下面睡了1年多了，1、2年了，还没安全感。是没安全感。说实话，蒋老师很会铺床的，他的床基本上都是他自己铺。有时候也会让你铺，就是我没时间的时候。对呀、啊，但是你铺的歪，但是歪七扭八。他还嫌弃我铺的不好，这以后住校我就不用担心你了，对吧？我的强迫症会引导我自己的，我是选择性强迫症。Hello，小梦琪，你的床已经铺好了，哟，搞乱七八糟，蒋老师马上把它清好。哎呦，哟，我把那床单搞乱一下。看一下小梦琪带的行李箱。像是出来旅行一样，小梦姐对吧？漂洋过海的旅我行，模一下你，模仿一下你的笑声，很魔性。小梦姐，你在那边上学上的怎么样？还不错，交到新朋友没有？交到几个？五个左右。小鸭子交到了几个？十七八个。有点不信呐，你只是认识了十七八个吧？我全班都认识。全班都认识，我算是跟你玩得很好的好朋友。跟我玩的很好的，差不多有4、5、6个。啊，你人缘这么好呀？我感觉你们人缘都很好的，才1个月你们都认识了这么多好朋友。我们班好多我的粉丝，然后有时候就是经常拿我那些开玩笑，今天进来看我的，他这边今天传播过的是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陈大天，天天见，我说了一句都是我妈逼我拍的。我们认识的也有啊啊，你们两个小网红。他其就实。拿这个，我真的 shrunk 那我多小的时候啊，我真的是 shrunk 了。你说我们只是普通的人，然后只是说拍视频分享一下，对吧？你没事吧？我这么谁呀、啊？你妈妈？他爸。哦。但是你说我脸大什么意思？你干嘛说别人脸大？我们说一个年纪，其实可能是比你脸小一点，看起来比较可爱一点。你有没有觉得很丢人、丢脸？别人模仿你？还好啊，我就说一句，那是我妈逼着我拍的。我没有逼你，全部都是你自愿的。小梦琪，你干嘛？受伤了？小辣子说他脸大，他受伤了。我没有，我只说一个那个，他们之前班上有个同学，现在到我们班上，我就说他可能，比你脸小一点，可爱一点，就比你显得矮一点。来，下来，我们比一下，跟小辣子比一下，看哪个脸大。来，坐正，比脸，把头全部露出来，全露出来，小梦琪，脸。谁的脸大？给我扒秃了的，我也扒秃了，还是小梦琪稍微大一点点，小梦琪又要伤心了，我要回家，别这样吧，但刘子言比你脸大，不是你啥意思？灰灰，你怎么跟姐姐睡啊？估计是他平时在下面睡，估计是今天来了个外人，他们敢靠近，他是外人吗？他也不是不认识他，小梦琪敲他的床，让他睡不着，对，打。干嘛呀？你们今天能很快的睡着吗？能，我现在很困。我觉得不会，小梦琪睡不着就会敲你的床。因为他会在上面瞎滚。瞎滚是吧？小梦琪抱一个娃娃，小辣子抱娃娃没有？都抱这个。抱我吧，你们两个把我分两半，一人抱一个。晕大病，太可怜了。